掌握华侨美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侨美二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侨美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4:30，二台正在市场挑机，然后有一位深圳本地的粉丝拿过来一台国行的13 Pro Max 128G 的蓝色，给二台来回收。小伙伴们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这台机器吧。13 Pro Max 国行128G， 过保的是吧？嗯。正常过保还是那种自然机过保啊？够一年了吗？像国行的13 Pro Max 现在还能有99%的电池，其实市场是很少见的。本身阿台觉得是一台自选机，后来阿台查了一下，确实是一台零售机。机器的话也是刚刚过保。这位粉丝是拿来做备用机的，所以电池效率掉得很慢，现在还有99%的效率。这台机器阿台给他的回收价是5500，小伙伴觉得价格怎么样？用了一年多的机器还能卖个5500，不得不说这个13 Pro Max 还是非常的保值。和这位粉丝谈好价格之后，我们就把机器做一个恢复出厂设置。这位粉丝非要看到机器没有任何数据才放心。我们刚刚恢复了出厂设置，现在先把机器激活一下。那别人买到了，就等于说别人用过。你看呀，你看呀，就没数据了。你看你的 ID 也掉了，知道吧？你包括你那照片什么的，全部都没了，知道吧？就现在是等于，就是恢复了出厂设置。能看到短信吗？我都短信。短信，你自己看有吗？啥都没了，已经，知道吧？可以了。就是没东西了，知道吧？空白了。走吧。啊，我这边也着急。最后是花了5500，收下粉丝这台电池99的13 Pro Max 128G 的国行。小伙伴觉得阿泰给的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